小的时候，师父曾告诉我，梦有团赞。说了多好的。哼，等等，快跟我来。这是啊，至于最那就烦请姑娘带路了。村长爷爷，已经稳定？没有没有。怪是黑黑衣人。别的原可怜这崔婆婆对那不孝子思念成疾，终于落下疯病。村里人总是听见她在家里自言自语，像是和什么人交谈。七日前她刚刚过世，还是村里人帮忙发丧的。是少，我听村长说，我就觉得他不对，像是藏在家里的。还有，我那笤帚赶了他，原来都……等等等等，我不过是随口问问。姐姐先冷静些，带我先看看。急急如律令，破！打扰了。记得记得，那天那刻等我站稳，我敢对天王老子发誓，绝对不是看错，绝对绝对有个黑衣人在那儿。急急如律令，破！黑衣眼下这两个地方都没有线索，只能去最后的婆婆那里看看了。这里应该就是村长所说的婆婆的屋子，请看看有些什么遗物。画卷
据说是经那个大师名是吴道子，那真香大雨那可能是大鸟，或者是云。哎，老了记不住喽。姐姐，和往常没有做别，我这不眼看不得去谈望远哦。后来那个大，反正这那的，请问一直向多谢了，我这就去看看。你可知道降妖之人最难的是什么吗？快醒醒！叔，要不是我前面，别轻举妄动，小心背后。妖气退散。